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医院的最后一个板块，最后一个板块呢，第一个上场是由阿廖沙还有那个妍妍 Maria 为大家演唱一首在银色的月光下。接下来呢，就请那个我们的 Karen 和 Raymond 为大家演唱一首粤语的歌曲，叫做笑看风云。再接下来呢，是我们的 Luke 为大家先演唱一首英文的歌曲，叫 I want it that way。 最后是我们的团长，也是大家的老师倪老师，为大家演唱一首我保密。好，开始。的快乐在晚风中才受伤。
You are.
会今天来到了尾声，所有的演员都已经站在台上，大家已经知道最后一位上台的就是我们的倪雪萍倪老师，大家鼓掌欢迎。在倪老师旁边的是 Maria， 是我们歌唱团的领导成员之一，谢谢。这位是 Karen， 就是刚才大家唱乡愁的那位，我想现在乡愁已经唱完了，他应该是一份高兴的开心之情，是不是？谢谢。OK， 这位是文妮，就是我说的是香港第六届音乐节的金奖的获得者文妮涵，谢谢。OK， 这位是逸飞，就是我说的是小小的钢琴家，但是他是一个音乐之人，他唱歌的时候完全沉浸在音乐之中，是不是的？谢谢，谢谢你。OK， 这位是我们的歌唱团的领导成员，是青年团的这个领导，所以他叫爱丽丝，谢谢爱丽丝。OK， 接下来我想介绍的是 Luke， 大家知道这位小帅哥吗？这位小帅哥就是九号台签约的歌手，谢谢谢谢。OK， 接下来请伊娃。OK，我刚才就是说他要挑战当今俄罗斯最高音艾尼塔的歌手伊娃，唱得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接下来我要介绍咪咪，咪咪是我们水泥钢杯澳洲赛区的第一名，当然连续六届的水泥钢杯都是我们团的成员获得，咪咪是其中之一，谢谢。OK， 对，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我们的Raymond， 就是我说的是广州日报的摄影记者，今天给大家献唱《共和国之恋》，谢谢谢谢。接下来我要隆重介绍的我们的少数民族歌手阿廖沙。阿廖沙 ，OK， 阿廖沙跟了倪老师学了一段时间，同时他也是华人声乐比赛的金奖的获得者，谢谢你，阿廖沙。谢谢谢谢。OK，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我们这位 Monica， 就是那个是邓丽君，但是不是邓丽君的 Monica， 她给大家演唱了一首歌叫做。Wow, good memory. Thank you very much. OK，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我们的小青朋友。小青朋友啊，是跟倪老师学了很多年，他的声音呢已经发展了有一定的技巧。大家想不到，他是一个小青，你可以跟我说今年你多大年纪吗？五年级。我说多大年纪？他说五年级。OK， 我再问一遍，小青，你可以跟我说你多大年纪吗？是一个十岁的漂亮的小姑娘，谢谢。OK，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这一次负责票务的这个女士，叫做冬去。冬去，请你出来。冬去也是我们领导这个层的成员，谢谢你，冬去，付出了很多工作，而且她参加了三重唱啊，参加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节目，谢谢你，冬去。谢谢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给你介绍那位要给中央首长做保健医生的 Karen， 请你出来，谢谢。这就是医生，所以哪一位有身体的问题除了唱歌以外找倪老师，身体问题找他。谢谢谢谢。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妍妍。 OK， 这位妍妍呢也不是汉族，是蒙族，但是是一个不会说蒙语的蒙族，这被汉族同化。但是妍妍是一个非常热爱唱歌的女士，她是
今天也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组合，谢谢你妍妍，谢谢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丽萍，丽萍请你出来。丽萍今天虽然没有什么节目，但是她是我们的守门员，所以说因为有了她，大家可以安心的看演出，没有人进来打搅你，因为我们的规矩是这个你迟到了必须在节目的空间才可以进来，所以他是一个我们的守门员。今天如果我们能得冠军的话，和守门员是有很大的关系，是不是？谢谢谢谢谢谢。 OK， 接下来我还要介绍是 Tony 就是刚才唱不忘初心的那一位，其实他应该唱两段，但是我怕时间太久大家太疲劳，我就说唱一段就结束。我想额外介绍的是 Tony 是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的工程师啊。说实在话，要长生要吃有机食品找 Tony。 谢谢谢谢 Tony， 谢谢。 OK， 我最后我要介绍的一位是这位的女士啊，Selena， OK， 我要介绍 Selena， 请你出来。Selena 是我们团非常优秀的一位啊，既会唱又会跳的女士，啊，是一位非常美丽的，从广州来的，是既会说广东话又会说国语的女士，大家鼓掌。谢谢谢谢谢谢。OK， 今天最后一位要介绍的是 Ellie， 为什么要最后介绍她？因为他来的最晚，所以呢，这个我们在澳洲待久都要有一个排队的原则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实际上 the queue， 但是当然他来晚是有一定的原因，因为他在努力学习，想成为一位律师。大家看看，艾莉像这么一个人到接近中年的女士，还在努力学习，接近中年，大概，而且透露个小消息。她是个单身女士，如果有中年男士想追求的话，极会唱歌还懂法律啊，还挺漂亮，所以这是值得追求的一位女士，是不是？谢谢谢谢。我们的晚会今天就结束了，谢谢各位的光临，谢谢各位的支持。哦，我忘了介绍我自己，我叫大伟。谢谢谢谢谢谢各位，谢谢。